小伙伴们，我是 KK， 来拆奥特曼卡包制作喜欢的迷你手办模型，里面有哪些奥特曼人物，那么谁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。看到摩格吉兰特王怪兽这张卡片，小伙伴们会不会很陌生？它是特摄剧欧布奥特曼中登场的第三只魔王兽，远古时期被泰罗奥特曼所封印的土之魔王兽，攻守能力优秀，必杀技能从身体放出名为马加穿孔的破坏光线，威力足以贯穿巨大岩石。太古时期被泰罗奥特曼封印，沉迷于东京市地层的龙脉之下，因加古拉以各种地底怪兽的卡片赋予其力量而觉醒，引发各种大楼地面下沉状况，体现土之魔王兽的威力。他的身高70米，体重21万5千吨，技能马加穿孔、马加一闪、能量打击等。马加古兰特王最大的绝招，当头部的红色结晶发光时，躯体中央的黄色结晶会相呼应的产生能量，发射出赤色的光柱型巨大光束，威力能洞穿大楼和巨型岩石，并对欧布奥特曼造成有效伤害。但马加穿孔会被镜子反射弹回，而且马加古兰特王自身的金属装甲身躯也承受不住马加穿孔的威力，因此是致命弱点。而我们这款摩格吉兰特王模型比较复杂，小伙伴们可以尝试做一款卡包，里面奥特曼你最喜欢是谁？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、评论哦。